全民制作人们好，我是来自月华的胡春阳。有一天我被神秘人吹了一针，忽然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当我醒来，我的身体在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舞动，我特别享受，我无法停止。如果被他知道我还活着，我的性命堪忧。于是我决定，我要更改我的姓名，我要换名为杨春胡。为了隐瞒我的地点，我选择加入少年侦探团。身体虽然不受控制，但头脑却依然清晰。无所不知的名侦探曾相志。喂，什么？在哪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接到了一个案子，所以我现在要走了。各位再见，有什么案件要找我，我会为大家解决的。无所不能的制作人们，请多多的 pick 我吧。